一会儿你们都有什么计划？今晚我朋友在叫我轰趴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我可以把他们发展成你的学生。哦，我这边想把一个房间改成画室，其实我挺想让你给我点建议的。顾一哥，我们公司要画一个墙绘，我可以跟老板申请，让你试试，可以的话，一晚上能中500呢。 你怎么刚一进屋就开始看画了？啊，随便看看。那你看出什么来了没？我靠，这毕加索就是个渣男，这个哭泣的女人画的就是他的情人，人家为了他都精神崩溃了，9年的青春都给他了，他给人家画成这样。我承认这幅画好啊，但我不认可他对待感情的态度。还有这幅《十岁者》。 这个挺好，有主题，有表达，都好。但你看后面骑马的那个人多可恨，你再看后面那个像小山一样高的麦堆，那骑马的人把成山的麦堆拉到自己家里去，让这几个农夫弯了那么大的腰且麦穗。生气，画肯定好，但我看着堵心啊。至于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。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，他弄的这个黑色背景，我觉得有点取巧。怎么说呢？这么写实的风格，怎么能弄黑色背景呢？光源是啥？不合理呀！你说的这些话吧，跟我有个朋友说的一模一样。什么朋友？一个美术论坛上的朋友。哎，但是我跟他从来都没有见过面。7月份，夏天。 喜欢哪本书？再买回去。这边行吗？还可以，喜欢这个作者吗？嗯。走，过去吧。去那边看看。头发要不要再重新染一下？换一个颜色。来。我觉得挺好看的，这个适合你的。啊，就接个电话。好。等一会儿啊。嗯。 哎，啊，对，我在呢，我在这呢，嗯。你好啊。你。像之前一样，打零工。你现在。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 顾夜，您现在过得好吗？这样吧，你把这张房卡拿着，你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什么？我要结婚了，顾夜。你要说什么？ 我一摇铃铛，你必须马上出现。我们比赛攒钱吧。
你不要跟他打，看谁敢多。我想清楚了，顾夜，你没必要跟他打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我不想离开你。 姑娘，别比了。。Yunsi， 你来了。啊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当然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在这幅画前。姑爷，我没有结婚，还有几幅画。 我帮你挂。嗯。
云思，你来了。啊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当然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在这幅画前。如意，我没有结婚，还有几幅画。 我帮你挂。嗯。
进来吧。一会儿我去给你办一个门禁卡，从此以后你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了。我去换衣服，我们晚上出去庆祝一下。云思，你来了。啊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当然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在这幅画前。不易，我没有结婚，还有几幅画我帮你挂。
放那儿吧，谢谢。这有几套房，你看一下，喜欢哪套，让中介带你去。怎么了？这是要换房啊？这套房我一个人住还行，咱们两个人住，我可以换套更大的。云思，你来了。啊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当然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在这幅画前。不易，我没有结婚。还有几幅画，我帮你挂。
恭喜你，债务还清了。对了，我以你的名义开了银行户头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共用一张银行卡了。你看一下确认信息。云思，你来了。啊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当然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在这幅画前。不易，我没有结婚，还有几幅画我帮你挂。Thank you.